阅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。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，王一博如同一股清流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，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。他不仅拥有令人瞩目的颜值，更有着为人真实、做事靠谱的品质，以及对待工作的工匠精神。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他成功的基石。王一博的真实是他最打动人心的地方。在这个充满包装和伪装的行业里，他能够保持自己的本色，不随波逐流，实属难得。他的笑容真挚而温暖，每一次与粉丝的互动都充满了真诚和感激。他从不刻意营造人设，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和作品说话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王一博。而王一博的靠谱，则是他在娱乐圈中立足的重要法宝。无论是作为练习生时的刻苦训练，还是出道后的每一次演出，他都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从不敷衍了事。他的敬业精神和对工作的热爱，让他在同行和前辈中赢得了极高的评价。他对待每一个角色都认真负责，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，都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。这种靠谱的态度，让他在娱乐圈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，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。王一博的工匠精神，更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。他对待工作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，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。在拍摄《冰与火》时，他为了演好陈宇警官这个角色，不惜在西双版纳摸爬滚打几个月，甚至为了贴合角色形象，进行了体能训练和增肌。这种对角色的尊重和对职业的敬畏，让他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、更加专业的王一博。除了演艺事业，王一博在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中的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。他敢于挑战自我，勇于尝试新事物，无论是攀登雪峰、深海夜潜，还是悬崖吊帐、瀑布索降，他都毫不畏惧，全力以赴。这种勇敢和坚韧的精神，不仅让他在节目中大放异彩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勇敢、更加真实的王一博。王一博的成功并非偶然，他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他的每一次突破和进步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超越。他从不满足于现状，总是不断挑战自我，寻求新的突破和成长。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，让他在娱乐圈中始终保持着竞争力，也让他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榜样和偶像。王一博的为人处事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他谦逊低调，从不张扬自己的成就和荣誉。他对待每一个人都充满尊重和礼貌，无论是对待粉丝还是工作人员，都保持着良好的态度和态度。这种谦逊和低调的作风，让他在娱乐圈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喜爱。总之，王一博是一个集真实、靠谱和工匠精神于一身的年轻人。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换来的。他的每一次努力和付出，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优秀、更加出色的王一博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期待着他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精神风貌，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。同时，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王一博这位优秀的年轻人，共同见证他的成长和进步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，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。